大家好，我是罗毅君。10月11号起，指挥中心已依专家建议，开放18岁以上成人都可以接种次世代疫苗作为追加剂哦。特别是有糖尿病、癌症、中风或心肺肝肾等慢性病的民众，强烈建议追加一剂次世代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重症与死亡的风险。次世代疫苗是针对今年流行的 Omicron 病毒株设计，保护力更好，更能预防目前 BA.5 和新兴变异株造成的威胁。不论有没有慢性病，接种前都会有医师评估，确认身体状况稳定，再安排接种。接种次世代疫苗，提升自我保护力。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我是文松，带你轻松赚大钱。今天呢、指数震荡，因为今天是周末啦，哈，无大起嘛是最正常的啦，哈。重点是你爱买什么股票，未来才会大赚。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没赚钱，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不敢买，还是没有买到飆股？是啊，那外当做你的靠山啊。让我的飆股来当你的靠山啊。老师那个股票还搁涨停板啊啦，我没有卖了我就不会卖啦。我老师啊，是怎么买？拜托好不，我不需要每天炫耀哦，我不用每天翻哦。从10月31号第一根涨停板，人人都有，中间有多少根涨停板喷到现在他今天又亮灯涨停板？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一支股票飙三礼拜外，到今天还是涨停板，还是飙多久啊？我希望每天跟你炫耀股票多会飙吗？辉老师就恐怖，飙就久了呢。我没有卖就是没有卖啦哈。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哈，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股票。我再举一个例子啦，你说他在飙啥啦？不好意思，我的股票比他还恐怖啦，这个不算什么啦，这真的没算啥啦。有人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老师啊，这个更恐怖，有没有？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输给他，绝对不会、原因是什么？我以前有讲过啦、我能做你的客刷没啦，请问的，让我的飆股来当你的客，可不可以当你的靠山？我不是要跟你炫耀，我哪要炫耀？你看我的股票多高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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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标标标标，拍死吼，规台吼，甲今仔日，从第一天呐、在10月31号啦，到现在啦，看我恐怖啦！我需要每天炫耀吗？我第一天我所有会员通通都有，那如果你是新会员，你一定是没有，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叫妖股啦，我讲过啊哈，波段我就是买妖股，然后呢，短线我就是让你拼命赚，一直赚赚不停，对不对？啊，你问老师，这嘛，我哪不变呐？你如果是新会员，你一定没有啦，我所有会员通通都有，那你是新会员，我承认你一定没有啦，你即嘛来。你一定没嘛，没你来买这支啦，宇宙大飞喷啦、哦、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我再强调一遍、现在有很多股票都会狂喷、就像这种股票、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的，我为什么我今天要开放试吃？因为跟涨啊，够有人跟我说、他没赚到钱啦，这一波行情涨上来他都会怕，都没有赚到钱。但是我再强调一遍，你不用想太多，真的指数如果在震荡，这些股票更恐怖更会飙啦。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全职股的资金跑到他们的身上。你要去想哦，全职股可以涨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些钱进来了，请问你告诉我，他钱好不容易进来了，会马上不见吗？不会，他会到处跑，所以这些股票会更飙，这些股票会更飙。所以你要去思考说，我现在要买什么？当然啦，现在叫你买这个，你一定不敢买啦。啊，碰啊，老师买就买哪买？哦，有人跟我说，哦，老师很恐怖的，这个还在碰啦。哦，你看的股票，今天又创新高哦。结果呢，阴沟里翻船。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啊，不要创历史新高啊，不是要安怎啦？我现在不是要叫你去买这些股票啦，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哦，谁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焦点？我问你，这是不是现在台面上的焦点？这现在是不是台面上的焦点？那现在跟你讲这个没有用啦，过去的我们都不要再讲了，涨几倍的也不要再讲了，重点是接下来从下礼拜开始，谁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焦点，成为市场上的焦点，那谁就是妖啦。这是这个礼拜最恐怖的啦，所以我告诉你，下个礼拜呢，下个月呢，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今天一定要来，为什么我今天要开放式之体验，因为我想要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啦。这一支一定是妖股，为什么？老师啊，为什么是妖股？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啦，请问这个可不可以算妖股？可以吧？就恐怖的吧？我告诉你，比它更妖的，在我们会员手上啦。我不爱丢烟啦哈，这柜台全部拢是喷出的 K 线啦的江波图啦哈，从第一天。后面全部几乎都是涨停板哦，几乎都是哦，哦有如果没有涨停板，可能涨8%、9%啦哈、哦，啊龟胎啦哈，拍、哦、死啦，我饼大一丢一丢黑啦，到今天它还是涨停板。好、哦，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这一只你没买到的，恭喜你，还有一只股票，我们准备要发动了，都、就是这支啊，都、就是这支啊。好、哦，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请你一定要来？好、哦，你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看到节目，通通都可以来。开放式之体验只有今天而已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有几档在这边谈，你别跟我客气，你来就对了。这样够不简单？我们帮我改成哦，他一定是妖，这样可不可以？好、哦，帮我加两个字，一定，好、哦，一定，他一定是妖。好，为什么一定是妖？我待会再解释啦哈。所以我们的操作怎么样？更积极、更灵活，不是告诉你哦，我有我的股票哦，已经涨了3个多礼拜，到现在还在飙哦，今天又亮灯了哦。我唔免逐天跟你讲，我的股票涨停板啦、啊，真的不需要。好、哦，因为我第一，我不是飞镖侠，我不会射飞镖；第二，我是会买会卖的老师，我不是每天跟你讲说、哦、我的股票涨停板啊，没有标我这个讲另外一档股票涨停板，我不做这种事情啦。那很多人会对号入座，老师那个黄老师在讲述讲的非标假是我，不好意思啦，我再强调一遍，我从来没有针对任何人、哦、因为我知道现在台面接所有全市场所有的人呢，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遇到非标侠。我敢在节目上跟你保证，我绝对不是飞镖侠了。台面上90%的，我真的不想批评任何人呐、啊。哦，我也知道很多人喜欢批评我，我真的没意见。哦，教学相长了，反正，哦、我虚心接受了，这样好不好？更积极，更灵活，怎么样？更积极，更灵活。有人已经连6赚了，有人已经连7赚了，波段的腰股我没盖水，我老师飙3礼拜哇，跟今天我咧亮灯啦，那有恐怖无啦？啊，我跟你讲啦，你若要买腰股的，起码够有一支，伫遮，你进来，一定要来哦，因为他一定是腰。为什么？
我就先问你一个问题哦，谁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焦点？他如果能够成为下一波的焦点，他就是妖啦。你再去看看这个礼拜，我嘛免讲，卖讲外高外厉害外高喷呐。因为现在跟你讲这个也没有用了嘛，现在叫你去买这个，你要买吗？你要买吗？你要买吗？麻烦你，麻烦你多买一点。我可以现在叫你多买多一点吗？啊，都已经涨了三个多礼拜了，还在喷，到今天还在涨停板了，你怎么买啦？对不对？这是妖股的部分啦，啊，价差的部分呢？有人连六赚啊，有人连七赚啊，不管你连几赚，反正就是一直赚啊。行情好的时候，上半年我们在做妖股，标十二十基涨停板的啦，标十五基涨停板的，标三十基涨停板。我再强调一遍哦，我现在讲的都是实际案例哦。我所有会员都操作这一支股票喷十五根，我所有会员都在做这一支股票二十根，我所有会员通通买这一支股票三十根涨停板。请问你告诉我，全市场有哪一个分析师敢这样子讲呢？我可以跟你讲说我好多股票飙几百根，可是永远不会跟你讲说我所有会。但是行情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做的？我要做价差啊，帮你维系人气啊，帮你撑住啊，让你还要继续赚啊。当行情好的时候呢，拍死底部翻扬我的冷冰隆中者，我的看更加多，对不对？哦，那该卖的时候我也会卖啦。我为什么要卖？指数不是不会震荡啊，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卖它啦，你可以当作没看到嘛，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啦哈。哦，只要有不确定的因素哦，该跑的时候就要跑。请问你告诉我，这没大赚吗？这个没大赚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拍谁哦？我的字卡每一张字卡都是有日期的哦。四天的时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都还没发动，后面就是天天涨停板。涨上去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啦，我跟你讲什么，你跟我买北极星有没有？前一天预告的，隔天从盘下拉到涨停板，所有人全部都大赚了，隔天再标半跟我卖掉，因为礼拜五周末放假，我先调节一些资金出来，哦，你叫我买这支如果没有我清彩你，然后呢转买这一支，你叫我买这支如果没有我清彩你，然后再转买这一支，你叫我买这支如果没有我清彩你，然后再转买这支，你叫我买这支如果没有我清彩你，我直接退出市场，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啦。好，但是后面这两天我就没印了啦。为什么没印？因为我这一天拉起来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了，割松几拜。这个礼拜啦，哦，然后马上换这一支。这两天不是又在创新高了吗？老师啊，这真的是一直弹呢，真的一直弹，对不对？快速大战加连续大赚，这不就是在做股票嘛，对不对？不是大家跟你说我的股票涨停板没路用啦，你大家下回标，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来到股票市场，比的不是谁的股票比较多，比的不是谁买了一大堆股票，射飞镖射了一档标股，那个没有用啦，对不对？我可能你够路用，你看这多节目，你该仔细去看，你慢慢看，你一直看，你看到你看出所以然来的吗？是啊，我当做你的靠山，我都讲我太头前的啦。我老师，我这收恐怖，你赚太多了吧？哎，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啦。请问你告诉我，我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第一次跟你讲，拍谁哈？我也没有买在最低点哈，最低点这一天啦，哎，看嘛知嘛，对不对？第一次啦，第一次啦。第二次啦，十月十六号啦，十月十六号是哪一天？是这一天，是这一天。好，哦，可是我在前一个礼拜我就已经把它来到哪里可以买的价格已经跟你讲了，保证有来，来好几天，没有来我直接退出市场。你有来的你都很清楚。哦，我不是包牌哦，从哪里到哪里可以买哦，我给你的也是单一价格。十二十六号我跟你讲它叫无法无天，请问它是今天创历史新高又创历史新高了，我没叫你去录啦，
真正无法无天啊，真的啊，是真的无法无天呢。那台积电更不用讲了，10月26号，全市场每个人哇嘞，高盛跟你讲什么？他面临六大风险了。那一天我是第一个跳出来，我头前都没跟你买台积电哦。从台积电快要700块的时候，我跟你讲就不要碰，都不要买台积电。可是，一直到10月16号那一天，高盛跳出来跟你讲，他面临六大风险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早不说，晚不说，现在才要说台积电，我却告诉你，它已经跌到非常超俗，已经有落底枪喷的实力。我就问你一个问题：10月16号，我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还需要讲什么吗？我还需要跟你讲说台积电很棒吗？然后你又后面又看到了，老师巴菲特在买台积电，哦，我没有叫你去追啦，哈，哦，一样的道理啊，港一港啊，港一港啊，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啦？大家都跟你讲电动车多好多好，我们不要再解释这些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重点啊，重点是什么？现在没有跟你讲，没有人会跟你讲说升息会怎么样，通膨有多严重，对不对？现在没有人在聊那个了，对不对？现在大家在想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赚钱嘛？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啦，哈。现在想的是，咱现在想要赚多少钱，要买什么股票嘛？如果你现在不是这样子想的，那代表什么意思？你已经落后一大段了。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你还有机会。我从头到尾没有叫你卖过。就没有卖，一张都不卖，到今天还在喷。我们先看他的第一天呢，从第一天到现在，我所有人都有，甚至我所有人在这一天之前全部都有，在这一天涨停板的前一天，我所有人全部都有，所有会员。那如果你是新会员，好，拍谁就没有，可以啦哈，不然有语病。你不能每天都跟我说老师我没有，你昨天来的怎么可能会有，你上礼拜来怎么可能会有，可是你如果在之前的全部都有，哎，后面是一头拉苦的涨停板，我也没时间一丢一丢黑啦，到今天啦，10月25号亮灯，我需要一张一张翻吗？你说老师你怎么没有这个，就拍谁我的股票比较恐怖，而且是我所有会员通通都有。我老是骗人，恐怖，真的这个到今天还是涨停板嘛？那我不要跟你讲说我们过去赚多少钱，那讲那个都没有用了。现在跟你讲说那股什么股票飙几倍，什么股票飙翻天，那个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啦。重点是接下来嘛，你如果没有这一支股票的也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今天开放试吃体验？哦，我最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啦，只有一个啦。我希望，我想要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你去看看也好，你体验一下也可以嘛，对不对？我还是要强调一遍，你将来有多少钱就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如果一个可以涨好几倍的股票，你可以掌握在起涨点，那真的赚到变鬼，那重点是你要来啊，你有来，你就大赚了嘛。决定在什么决定？你将来有多少钱就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嘛。都参球，我现在讲的股票是我所有会员都有操作的股票，但是这是过去式，我不是要跟你强调过去我赚多少钱。我所有会员都买这个标15根涨停板，我所有会员都买这一支股票标20根涨停板，我所有会员都买这一支股票标30根涨停板，我所有会员，我现在要告诉你是我所有会员接下来要买这一支股票，我希望你一定要有，一定要跟上脚步，所以我请你一定要来，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你试试看也好啦，你体验一下也可以啦，好不好？但是我需要你买多一点啦。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谁有机会
能成为下一波的焦点，那谁就是妖。我现在看这一波这个礼拜的焦点，那他就是妖嘛，这个礼拜的妖嘛。那谁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焦点？下个礼拜的焦点，下个月的焦点，明年的焦点，就刚好有一档股票，它会是下个礼拜的焦点，它也会是下个月的焦点，它也是明年的焦点。你不买这种股票，你要买什么嘛？对不对？你不买这，你不买这，你不买这，我再强调一遍哦，你真正要买，你就要买真正会飙的。什么叫真正会飙的？我不要再拿过去的经验啦哈，飙太恐怖啊，对不对？我就请你来做见证就对了啦，你来就对了啦，你也别太太多了啦，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有钱大家一起赚，好不好？可以啦哈，开放试吃体验，只限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你有来的通通算数，这样可不可以？那你下礼拜来的通通不算，你不要下礼拜问老师还有没有，我不能跟你讲说股票喷出了，叫你再来跟我买嘛，我不能跟你讲说这个已经飙三个礼拜了。好、哦，你再来买嘛！我不能跟你讲说，这股票已经飙七根涨停板，你赶快买哦，你赶快买哦，这个是妖股哦，没有意义了嘛？为什么叫宇宙大飞喷？喷开杯哦，宇宙大飞喷，这一支一定是妖股，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最近飙的都是这一种股票。台面上越来越多像这样的股票了，所以你真的要赚钱，你真的要翻身，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你就是要买这种股票，你就是要买这种股票，你就是要买这种股票。那你说有没有这种股票？在这啦，那还有没有？都在这啊！我只能跟你讲，这一支一定是妖股啦，一定是妖股啦。好、哦，所以你要用力的买，好不好？全线开放，通通都有，拿到马上大赚，拿到马上赚，哦，我再强调一遍哦，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拿到马上赚，好、哦，因为老师，我的今晚根本没付，哦，下礼拜你还，这你现在来，你都还来得及，下礼拜赶快去买，你不要讲说，那老师我已经输人家一大段了，哦，我已经输两礼拜，输三礼拜啊，哦，没有关系。哦、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它是下个礼拜的焦点，它是下个月的焦点，它是明年的焦点啊，你说这种股票不是妖，那什么是妖啦？这一支一定是妖，全线开放，通通都有，你来龙中午啦，这样可不可以？小心喷到无法无天，直接赚到发疯，它叫做宇宙大飞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要送给各位，今天要开放试吃体验，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看到节目都可以来提供股票，开放试吃，赶快马上来体验，因为它准备爆炸性喷出了，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你如果没赚到钱，你今天你一定要来，你就当试试看也没关系啦，你看它会不会喷到无法无天啦，我老师真的会喷到无法无天，我是很有把握的啦，这个一定是妖股啦，你可以试试看嘛，你看它看它是不是妖股嘛，今天开放试试体验，还没大赚的今天通通都可以来，电话拨得通，一就是你的全线开放试试体验，想要大赚想要体验的今天都可以打电话来，先进一段广告，股市散户站起来，588团结专案，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你不用单打独斗，大家团结用肩胛，团结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
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Cobre a boca para tossir. Máscara. Não rela em mim. Lava a mão. Ué!欢迎大回到现场，我再强调一遍，你都没有赚的你赶快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有钱大家一直赚，这一支一定是妖，但是你一定要去买，你一定要有，不然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妖，你都来得及了啦，用力买就对了啦，全线开放通通都有，小心喷到无法无天，直接赚到发疯，谁是下一波的焦点，它就是妖，下个礼拜的焦点，下个月的焦点，明年的焦点就是他了，请你来当我的见证人，把他带回去。今天全线开放试吃，马上来体验，有来全部拢有。送给各位，主管收视率，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